我知道有一个叫做 Post， 在那个课本的那个地方，蓝色110页哈，3.5节。好，那边有一个定义，一个叫做 Post。那个 Post 的话是这样子，它定义了在那个文字部分里面有叙述哈，就是这个宽度是 actual， 好，这个高度的话是 actual 分之一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定义出来这一个好 delta， 好 actual t。会是这样子，好，所以这个是相当于是宽度，哦，然后这是高度，相当于在算这一块的面积的意思，可以吗？好，这是我们前讲的席维斯的函数 HT 减掉 HT 减 H， 好，所以原来我们是相当于是这样，这边有一个好 HT， 好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好 H 开始，所以这是 H 的 T 减 H。啊，所以说这两个相减，好，所以减出来就会是像，好，这个波形，好，那这我们把它定义叫做 pulse。那我们另外有一个哈定义是这样子，叫 impulse。哦，就把它写成叫 delta t。好，就是把这个 H 趋近于好零正，好，就是让这个大一点点，就是只有大一点点而已，好，就比零还要大一点点这样子而已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去算，好，这个 delta t， 我们可以把这个好把它再带进来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去把左边这个定义式带进来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是 limit H 趋近于零正。好，所以这边的话变成 h 分之一 h t， 好，去减掉，好，变这样子，好，这是好 delta t。 那假设我们有一位在那个课本的地方，好，在110页的地方，好，我们假设我们有一位，好，就是这一个T 减 A， 那这个意思是一样的。我们前面哦讲过移位的部分，好，所以我们这个一样去把它带成这个样子，所以说有个 H 分之一。好，这个是算它的高度了。好，这个算它是它算它的宽度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 H 变成 H 的 T 减 A， 好，再减掉 H 的，好 T 减掉 A 加 H。要大一点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两层，好，变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在110页的地方，他有提到，假设我们去把它做拉式转换式，我会得到一个公式。好，就是这一个，这个要请你们背一下。所以我们去把这个做拉式转换式。好，这个在110页那个下方那边有叙述有证明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带我们原来的那个定义式，好，把它取拉式转换式。那这个 H 的 T 减 A 我们前面算过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假设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所以这是 limit， 好， H 有趋近于零正，好，然后这是 H 有分之一，好，然后这 H 的 T 减 A， 好，所以变成是什么exponential 的负 as， 然后一个什么 s 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有移位的嘛，我们相当于是一乘上一个移位的部分，好，然后再减掉，好，这也是有移位的部分，好，所以是 exponential 的负的 a 加 h， 然后 s， 好，变这样子，好，就上面去把它做拉式转换式啊，好，就变成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会得到这个结果。好，所以这边去把它整理一下。好，所以可以提出 exponential 负 as 出来。好，然后这边是一个一去减掉 exponential 的。好，这边有一个 exponential 负 as， 对不对？再乘上 exponential 负 h 和 s。
所以我们提出一个 exponential 负 s 出来之后，我们再还有一个 exponential 负 action s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是 action 要趋近于零正，趋近于零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分母会是零，那这边大于零进去是一，所以一减一，这个是常数变成零分之零的形式。好，所以我们用罗必达好去算它的极值。好，所以一样，所以 limit 好 action 趋近于好零正，好，所以我们这边会得到一个什么 s 分之一。好，我们对这个去微分嘛，分子分母同时微分。好，所以这个前面当作常数看。好，所以第一项是零，然后这边再减掉，好 exponential 负 s 保留的部分，然后这一项微分会微出什么 exponential 负 h 用 s 对选微分，所以应该微出一个负 s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说负负得正。好，所以这应该还可以写。好，所以 H 趋近于零正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消掉这个就变一，然后这边正 S 消掉了嘛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就 exponential 的负 AS。 那这个趋近于零，所以这一项会是一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得到刚所要证的结果。好，就得到上方这个。那这个好要形容要背下来。好，那我们有一个特例是，假设你的 A 趋近于零。好，所以我们去把这一个 delta t 减 A。好，这个部分，好，我们这边就会是变成 delta t 的拉式转换式。好，所以这个就会是 A 大于零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会得到是一。好，所以这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，好，你这个拉式转换式会得到一的，其实它是一个 delta t， 好，做拉式转换所得到的。好，那这个在111页的地方，好，你可以看到111页的地方中间，好，它有一个公式 delta t。的拉式转换式等于一，好，那其中去把 A 取零，好，就得到的结果。好，那刚刚讲的111页的那个蓝色影区的定义，回去你们再看一下，它只是定义那个 delta， 好，那个 function 而已。好，所以假设刚刚这个部分，好，它另外有个名词啊，好，因为怕有的书写的名词不一样。好，我们这个定义这一个好 input， 好，我们叫做 Dirac delta function， 好，叫做德瑞克的好那个三角函数。好，那这个是111页好那边的公式，好，所以有两个，一个是 delta t 减 a 的转换式是 exponential 负 s， 然后另外一个是 delta t 的拉式转换式会得到是一。好，所以他讲假如转换式出来是一，你要记得哈，它的力转换是 delta t。我的意思是这样子，好，所以假设我们要去做这个拉式转换式，好的逆转换，那记得这个是 delta t， 好，这个比较特殊的地方，好，所以要记一下。好，这样子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有，我们再看一下定理 3.6。好，另外有一个公式叫做滤波特性。好，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函数，未来你们在那个通讯系统会看到这个式子。好，在111页的地方，好，地理 3.6， 它说有一个函数去乘上 delta t 减 a， 然后从零到现在做积分，会等于 f a， 好，这样子。那这意思是说，好，我们比方说有一个任意一个函数，好，这个叫 f t。我们去乘上一个叫 delta t 减 a， 好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去乘上一个，比方说在 a 的位置，好，乘上一个脉冲，好，一个 pulse， 好，那我们去从零到无限大做积分，好，会得到 f a， 那意思是说，我们只有去这一点出现而已，可以吗？
好，所以假设你把这个两个相乘，好，这个 delta t 减 a， 然后再乘上这个含水所 t， 然后再从零到无限大来做积分，所以其他的通通，好，这个左右边呢，好，通通是没有的，好，只有出现就是在 f of a 的地方有一个值。好，这个地方有一个 f of a， 好，出现是这样子，可以吗？那这个叫做滤波特性。好，所以假设我们要去产生一个函数，好，某一点，我们可以把它打一个脉冲，就是要产生这边这个高度的大小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某一个地方打一个脉冲，比方说是 a 等于三。好，所以比方说我们时间在三秒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去打一个脉冲。所以这边就会变成 f 三出来，好，三就会出现出来，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去，好，把它取出来。所以假设你要去，好，取出一个连续函数的波形，你可以打很多脉冲，好，所以假设我们这边去，在这个地方一样打这个脉冲，那这个高度我们用的是单位高度，看你定义的单位高度要多少，好，所以可以打很多。好，这个高度都是一样的，好，所以这边的话就可以把取一样，好，去把这个一样一样一个点一个点把它描述出来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那这个叫做滤波特性，好，所以假设你要去做一些好那个波形，好，去把它复制出来，你可以去打很多脉冲，好，到它讯号里面去，好，那可以把讯号这边的高度一个一个去把它取出来用，好，那这个叫做好它的滤波特性，那这个在课本那个地方，好，它有一些叙述，我们可以再看一下。好，依照我们这边刚刚的定义，好，我们刚刚是定义是说，我们这个 delta t， 好，假设我们还是把它写成 t 减 a 好了。好，这个是 limit， 好 ，h 永趋近于多少？零正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这是 h 永分之一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去定义这个，这个在刚刚的111页那个地方，好，用的是那边的定理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是 h 的 t， 好，减 a， 好，再减掉 h 的 t 减掉 a 加 h， 再一个，好，这是外层的，好，变这样子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式子把它带上去。好，所以把它这个式子带到上面去，这个是 delta t 减 a 嘛，好，所以我们这边是零到无限大，好，然后 f t 再乘上这一个，好，所以它有一个极限，好， h 趋近于好零正的，所以我们把它写在外面，好，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 limit， 好， h 趋近于零正的，好，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加 h 分之一。好，那还有一层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有一个 dt， 好，变这样子。好，那选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宽度，刚刚我们在定义 pulse 的时候有提到哈，我们 h 是一个小小的宽度，所以这个可以一样把它丢到外面去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这边是零到无限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 h 的 t 减 a， 所以我们在积分的时候 ，a 之前是不是有值 ？a 之前有值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边的话会从 a 才开始，对不对？我写下另外一个颜色。好，那再减掉 h 的 t。好，减掉 a 加 h， 这 h 是比 a， 好，就是比零还大一点点的，好，所以比 a 还要再多一点点而已，好，所以你去减掉它，所以我们在积分的部分，我们在上限的部分，这个就会变成是 a 加 h， 可以吗？好，就相当于是算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块，好，这是 a， 然后这是 a 加 h。
它却有趋近于零哦，但是还是有，好，并不是零，它就是大一点点而已。好，所以你这边是相当于我们之前讲的希维特的函数，好，产生一个脉波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这一块，所以我们要记的其实就只有这一块。好，那这个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那 h 分之一丢到外面去了，所以我们这边就剩下一个 f t， 什么 dt， 可以吗？这个式子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我们使用我们那个均值定理。那均值定理还记得吗？我们是假设是 a 到 b， 然后 f of t， 然后去做积分，会不会是一个什么 f of z， 然后什么 b 减 a， 然后你的 z 是介于 b 跟 a 之间？好，在微积分里面有讲一个叫做均值定理，有听过吧？好啊，所以现在是这一个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式把它带上去。好，这一个，所以我们上方的这一个式子是 limit。好 ，h 龙趋近于零正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h 龙分之一。好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 a 好一样的 a， 然后 b 的话是 a 加 h 龙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会得到一个什么 f z。好，那个 z 是依照我们时间变，所以我们去把它写成一个叫做 t h 了。好，因为它只有大一点点，等一下我们再界定它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次上线减下线，所以变成 a 加 h 了，再去减掉 a。好，那其中你的 t h 了，意思是跟上面一样，就是这个 z 对应下来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好 a 加 h 了。然后这是 a， 可以吗？我就仿照我们前面那个均值定理，好去使用它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式子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好，所以这是 h 分之一，好，这是 f t， 然后 h， 然后这是 a 加 h 减 a， 所以剩下一个 h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就得到一个 limit。h 趋近于零正的 ft， 好 h 这样子，那这会等于多少 ？fa 可以吗？好，所以这会趋近于，好，假设你要写的话，你就是趋近于，好，其实就是 fa 了，好，因为 h 趋近于零正，好，所以这个零正可以是比零大一点点，那一点点可以是非常非常的微小，好。好，所以说我们就出来就得到一个 FA， 好，就得到这一个公式，好，就得到这个公式。好，所以假设我们要去把某一个波形，好，一个点它取出来，我们就在那个点上面打一个脉冲，打一个 pulse 给它，那那一点就可以让我们取出来，那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。嘿啊，所以说假设你是有连续波形，你就打很多点进去，好，一堆点进去。就比如说我们时间，好一秒钟，好，那我们打一个点只取到一个点而已。那假设你打个一万点，你就把一秒钟的这个波形啊去取一万点出来，好，所以一万点的话，点出来的波形会几乎是连续函数。好，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做那个什么音乐，做那个数位复原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有一些有时候古早的唱片，好，那古早的唱片可能。好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录到那个声音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去用这种数位复原的方式，好一样，好去把这些声音去把它取一样，把它数位化，一点一点去把它取出来。好，所以你整个波形就打很多个脉冲进去，一点一点把它取。所以比如说我的讲话声音是这样子，好啊，所以说你打很多脉冲就可以把什么声音复原。好，所以你们在外面有听到人家在好音乐界里面也就叫原音重现。好，那音重现就是说，我们去把一些类比的声音，去把它做数位化。好，所以这个记录出来就是一个点一个点。好，那把这个一个点一个点把它连接起来，就会变成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一个点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是其实是本身它做出来数位就是一个点一个点而已。好，所以它再把它做平滑化。好，所以连接出来就会跟原来的声音是几乎一样。好，但是不看。
它可能说完全一样，但是几乎是一样，好，因为你的点够多，好，所以跟你的声音会几乎是相同，因为我们讲话的声音，好，不会像那种脉冲一样，一下是非常高，一下非常低，好，所以我们讲话的话像这样比较平滑的声音，好，所以我们在做那个音乐助复原的时候，好，就数位复原的时候，我们去把它做，好，可以使用这个滤波特性呢，去产生我们好原先的音乐，好，或是原先的声音出来，好，那这个是所谓的好。滤波特性，那在111页的地方，好，你可以再往下看，公式是写这样子的，好，那未来你们在通讯系统里面，哈，这个公式还会再用到，好，还会这样，所以你们可能可以先记一下，好，所以在111页的地方，倒数第三列的四值，它把 FT 换成 exponential full ST， 好啊，所以就变成 exponential full S， 好，所以有人还是没有带书。好，他把这个 FT， 好，去把它变成 exponential full ST， 好，所以我们去把它换出来，好，所以我们这是零到无限大，好，所以 exponential full ST， 然后 delta t 减 a， 然后 dt， 好，那我原先应该是等到 FA， 那 F 是这个，对不对？这是 F 吧？所以说这边 exponential 的负什么 ？AS。可以吗？这个 T 嘛，换成 A， 是 delta T 的 A， 就换成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是 T 减 A， 所以把这个 T 换成 A， 就这个。好，所以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刚刚有给你公式说，好，我们 delta T 减 A， 好，那这个做拉式转换式就 exponential full S， 好，就得到跟它一样。那用的就是滤波特性这个公式。好，就可以。那下方还有一个，好，还有一个，好，在111页下方，这上次我们有写给你，好，就是 FT 去 star delta T 不会等于 FT。我们上次讲那个 convolution 的公式的时候，有写这个给你们。有没有？好，上次有抄这个，你再看一下之前的 convolution， 我们写四抄四个公式给你。好，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好111页最下方的这个，好，就是说你的函数 FT 去做跟那个 delta T 做 convolution， 那会跟原来的函数是一样的。好，那可以记一下，所以有做跟没有做一样，但是这个有意义哦。好，我们上次应该有跟你讲过说，我们要去复制一个方块，一个系统，一个方块。好，所以假设这是 HOT， 我们去打一个 delta T， 然后去把它做 convolution， 这个还是 HOT。好，所以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系统，好，用的是惯例是这样子。假设我们这个系统不知道，一样我们去打一个 delta T 进去，好，一样去把它做 convolution。好，那这出来会这个，所以假设这个是 YOT， 好，那这个出来就是 YOT。好，所以原来这个是不知道系统。好，不知道系统，那我们去量这边的输出函数的结果。好，那我们去做出一个相同的函数的系统出来，那就会把这个系统完全复制出来。好，用的是它这样的观念。好，那这个其实是用的是拉式转换式 ，DLT 的拉式转换式是一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等于一吗？嘿，啊，这个是 YS 嘛？这出来的话，一乘上 YS， 我们前面讲过。函数两个做回旋，好，会变成是 fs， 好，去乘上 gs， 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观念。好，所以这个是 delta t， 那这是 yt， 好啊，所以说这边就一再乘上 ys， 好，所以这出来会是 ys， 啊，所以说 ys， 假设你有办法去凑出来，或是兜出来。好，你要想办法去把它兜出来。好，用你依照我们这量出来的波形，好，然后去兜出这 YOS 出来。好，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原来不知道的系统去把它复制出来。好，所以有一些板子，有一些人家电路板，好，那可能不知道系统长成什么样子，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把它整个复制出来。好，好，那这个是好，我们在111页最下方，好，我们有个 FT 去 start 就有。那个 delta t， 好，那会得到原来函数 f t 的结果。
好，到这边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有，我们看一个例子，我们看到112页的第17题的例子。好，他也给我们一个微方程式，好，好 ，y 大于 tan 加上2倍的 y tan 加上2y， 好，等于 delta t 减3，然后除以中的初值都是0，好，就求 y 有 t 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们还是要使用拉式转换式来求解。好，所以这一个好会变成 s 平方。好，那因为它这个初值两个都是零，好，所以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写，好，这样就比较快，可以吗？嗯。好，因为原来的话应该是 s 平方 y 有 s， 然后再减掉 s y 有零，再减掉 y plus 零，但是这两个都是零。好，所以这个都没有了嘛，没有，只留下 s 平方，那后面两项也是一样。好，所以就变成 s 平方加上 2s 加2，好，再提出 yos 出来。好，那这 delta t 减3，我们去做好拉式转换式，好，所以应该会等于多少？ exponential 的负 3s， 好，所以那个要背。好，那好了之后，我们要求的是 yos， 好，然后再做力转换求 yt， 好，目的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去好找出 yos， 会变成是 s 平方加 2s 加2/1 exponential 的负 3s。 好，那这种我们前面讲过，好，这 s 平方的，好，那我们要把它凑成挂号的平方，好，一位部分我们再处理，所以变成 s 加1的挂号平方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这个 s 平方，好，这是 s 的多项式嘛，好，所以 s 平方加 s， 我们要把它凑成一个 s 平方，好 ，s 加1的挂号平方，所以这边产生的是 s 平方加 2s 加1，但是我们这边是加 2， 所以我们再加1回来，好啊，所以1的话，我们去配出我们转换表里面有的，这边要1平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边是1，所以其他通通不变，好，那这个转换式我们就可以求了，对，转换表里面我们就有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是把它看成什么大 S， 移位部分最后再做。好，那这边一样有一个时间的移位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种后面要把它乘上一个 h 有 t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 t 再带什么 t 减3。好，我的做法是这样子，那看你们还是直接写答案也可以。假设没问题的话，你就直接写答案。好，所以这是平方加1的平方之一，所以应该是一个 sin 好 t。对不对？好，那这边有个移位，所以是 exponential 的负 t。好，所以我们的 t 全部再带 t 减3。好，所以变 exponential 负括号的 t 减3，然后 sin 的 t 减3，然后再乘上 h 的 t 减3。好，变这样子。好，那假设你功力过，自己写的，你也可以直接写这个式子。我就从这个助力转换出来，就直接写这个式子也没问题。好，那课本有去把这个 t 减3，因为这个 h 有 t 减3，在3之前啊，它都是0啊，好，所以这一点，好，这一段它有去好叙述，所以它文字叙述的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在哦112页的那个地方，好，它出来结果哈是这样子，好，所以在下方有一个图形，好，3.23图。好，所以他把 y 有 t 画出来的图形就是这样，所以在3的时候，好，它之前都是零，好，都是零，好，然后这边是一个指数衰减的，然后乘上 sin 有 t 减3，好，所以在 t 等于3的时候是零，好 ，t 是等于3的时候是零，好，然后再来，好，所以 sin 的话波形是慢慢增加，但是有一个指数是慢慢衰减，好，所以把它压下来，好，所以波形会是112页下方。3.23图，所以你们可以参考看一下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好那个函数的答案，就是零到三之间它是零，好，然后三之后那个 h t 减3就可以不用写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去把它写成像这样子，好，这个是零，好，所以 t 小于3的时候，好，那另外的话这边是 exponential 的负的 t 减3。然后 sin 的
减三，那这 t 减三不用写了 ，t 大于等于三的时候，好，就会得到这个结果。你可以写这样的一个答案，好，那不然的话你就写那个等式，好，那整组的等式就可以了，好，就不用写下方的那个叙述的部分。好，这一题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有。我们还有另外有一个例子，在113页的下方是一个电路的例子，好，3.18 题。好，它有一个 RLC 的串联电路，好，然后输入电源，好，它把它打一个脉冲进去 ，delta T， 然后求这个输出会等于多少？好，这样子而已。好。那他现在求的是这个输出，好，所以我们一样去列 KVL， 好，所以我们这边是 L， 好，底下点 T，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电流，好，然后再加上 R 去乘上 I， 再加上电容上的电压，会变成 C 分之一的 I， 好，点 T， 它会等于一，输入的部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可以把值带进去。那它有给我们，好，题目里面叙述有一个 Q 零，好是零，那 I 零，好也是零。好，题目里面有叙述有给我们条件，好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好，所以我们把哈这个都带进去，好，所以变 L。好，那我们上次有讲过说，你要求输出，看它要求的是什么。假设要求的是，好，电流，那我们沿着上直接全部用电流方程式来做，算出来就直接答案。那假设你要算的是电压，好，那我建议会用电荷来算，好，因为除上电容值，它就是电压，好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这边要的算的是电压，好，所以我们用 Q 来算会比较好，好。那所以说我们 Q prime 会得到是 I。好，把 Q 去微分呢，得到是电流。好，好，所以说假设我们去把它两边同时做积分，好，所以 Q T 会得到是好电流的啊积分。好，所以这是电流好的微分。好，所以再把它微分，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 Q 的 double prime 加上 R 去乘上 Q。prime， 好，这是 I 嘛，好，这是微分，再加上 C 分之一，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变成 Q T， 好，等于一，输入的部分，好，那我们把那个值带进去，那电感是一，好，所以这边就是得到是 Q， 好 ，prime T，R 是十，好，所以是十，那 C 是0.01。好，0.01好，没问题。那这个是电源输入是 delta T， 好，所以我们列出了 KVL 最后结果，好是这样子。那这个是100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把它再写一次，好，所以变成 Q 的 double prime， 好，再加上十 Q prime， 好，再加上100，好，等于 delta T。好，那我们上次有讲过说，这个虽然可以用我们前面的方式来算，求 Y 取 YP， 求特解求吼极性解，好，那我们还是要用使用拉式转换式来求解。好，所以我们两边同时做拉式转换式，好，等式两边同时做拉式转换式，好，所以变成 S 平方，再加上 10S， 再加上100，然后会得到一个叫 QS， 这个没问题吧？可以哈。好像会得到多少？右边拉式转换是一，好，因为是 delta T， 它没有一位嘛，好，所以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 QS 会变成是 S 平方加10 S 加100分之一。那这个我们跟刚一样的讲法，这个要配成一个完全平方，所以变 S 平，好 ，S 加多少的平方？五。好的括号平方，然后多的就扣，少的就补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应该有一个 S 平方加 10S 加25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有
七十五，那七十五我们要开根号，好，所以应该是五根号三的过二平方，对不对？五二十五嘛，乘以三，好，所以七十五。好，所以我们分子需要配跟它一样的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五根号三，那是多乘的，所以我们要乘上一个五根号三分之一。好，那这是前面的系数，所以这五根号三是要跟它配的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做 QT 的逆转换。好，所以 QT 我们就可以找了。好，这个转换表里面有，这等于多少？五根号三分之一。好，所以这个有一位 exponential 的 5t， 然后这个是什么 sin 五根号 3t。 那一般我们后面会再乘上一个 ht。 好，原因是因为我们加给它的是 delta t， 那这 delta t 我们在定义是零到 epsilon 一个值，所以建议你们再乘上这个 ht， 就是你们电路学里面要乘上一个 ut。好，这是因为我们电源输入的问题，所以假设好，他们也可以讲是那个电路，好，那个你就不一定要写这个 HT， 好，所以这是建议你们要加再加这个，好，你不写其实也没关系，好，好，所以 QT 找到，我们要算的是输出的电压，好，所以我们刚刚讲的，所以除上 C 就可以答案，对不对？那 C 分之一刚好是100。好，所以乘上100，所以应该是20多少，所以会变成是乘上20，所以根号三分之20，然后 exponential 负 5t， 然后 sin 的五根号 3t， 然后再乘上 ht。 好，好，所以就得到这一个结果。好，那这个单位，好，一般你要写的话就是伏特，再加一个单位给他，最好了，因为这是电路嘛，所以他电源给你会给你电压，所以有的同学被扣就是扣掉那个电压没有写，就扣一分扣两分，单位没有写、啊、好，这个是113页，在下方有个3-24图，那它的文字叙述在那个 3.18 题的内文里面，所以有空回去看一下。那最后的结果在113页的最下方，好，答案是根号三分之二十，乘以负五 t， sin 的五根号三 t， 好，五倍五根号三乘上 t， 好，那这边没有写 ht， 那我只是建议你们还是要写，好，或是你们在电路学里面就再多加一个叫 ut， 然后它的输出波形在114页的上方的3-25图，好，3-25图。好，所以可以看到跟我们前面刚刚的那个3-23图几乎是类似相同的。好，请同学回去练习1257，好，四题而已嘛，对不 对， 對。